实境节目男女主角于炯龙、许维芳等人和粉丝组队玩游戏。白色没有，第一个是白色。手机品牌大厂自制的实境节目，邀请粉丝到戏院一起迎接第六集的大结局。哦，这个眼镜真的很漂亮，眼镜漂亮，你对、啊、你可以说看得出来吗？漂亮，不行，教我，一不打。男女主角透过手机科技及网络社群认识，从陌生到熟悉，甚至培养出默契。在牧场里面，我们做一个滑草皮，因为我有惧高症，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很可怕。但是伟芳反而照顾我。在冒险，因为我们其实是当下才会收到任务，说要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，所以很像一个历险记嘛。手机品牌大厂推另类行销外，实体门市也推出优惠活动。其实不少业者都是透过微电影或实境节目来呈现品牌形象，用温度拉近和民众的距离，引发共鸣，更意外为台湾影视文化激荡出火花。三立新闻林湘泽和倪敏 TV 报道。